现在，袁雅维姐姐选择完毕，请向她发出邀请的队长开门确认。啊，我可以改吗？没关系，不能更改。啊！轮空，结果他没选我啊！我这颗心就是砰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！我应该选浩宇的，因为他每次碰到我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迪亚姐，我太喜欢你唱歌了。”然后他说：“我学唱歌的时候都是学我的歌。”所以我心想：“嗯，那我选他，他肯定会选我吧。”文静同学，哎呀，你把铁骑的心给伤了。这是什么小黑屋？你也轮空了？这是什么小黑屋？啊，你是不是也猜文静了？对。然后他都没开门，他没开门，但是浩宇开了我的门。啊！哎呀，我的娘！所以你是第二个吗？对啊，对，但是只能看第二轮了。哎呀，太难了，哦，太害怕了。哎，嗨，你去哪一组啊？蔡文静对不对？我去的是浩宇的组。不可能吧？你咋也轮空了？丹姐，我们四个是不是会在这儿汇合呀？我们组的四个人，浩宇只有一次了。OK。那他很谨慎啊，缇亚姐，缇亚姐，他怕你选，缇亚姐，你没选我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缇亚姐 ，baby T 啊，缇亚姐，我没有选你是因为你没选我，不是，我没有选你是因为我觉得你不会跳，后来就你会跳吗？我说你要跳，跳吗？我跳，跳跳，缇亚姐来嘛，我跟你说，缇亚姐，baby, 我跟你讲，哎，嘿 ，come on， 缇亚姐，我跟你说。Baby， 哎、hey, ，Come on， 嗯、no. 小跳，嗯、no， 不是缇亚姐，真的相信我，他都去了，你不要给人家开门。你想我们俩，哎，你想想他们这边都这么厉害，我那儿只有一个 vocal， 我只有一个 vocal， 是 Joyce， 还有你们俩在天壤天，然后你看三个美女 ，Beauty， 六个人在台上太和谐了，真的，真的姐，你相信我啊，不然过去了，别看了。他哎呀，浩宇，我跟你说，你每个选的人都给我选走，你还跟我抢？我跟他约好的，我要了两次。不是你开门那一下，你没有要他，然后他就没有。韩秀，我们先确定三教两首，一个原创，一个国风，古风，然后就是太快的歌，对 ，Yeah， 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OK。This is Korean. Let's show this one.Let's show this one. 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, let's show this one. I performed this one like 2010. 2010? That's what I was like, oh my god. Really? 要纸巾吗？擦干一下。还要擦干一下？哇，你这那个仪式感要。对，仪式感，仪式感，仪式感。热浪。看清楚字，看清楚字。Yes.OK, let's vanida, vanida, vanida. Aduh, aboh. We want nobody. Vanid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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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anida. It's nobody, nobody, nobody. Delete second one. 上次没让我选到 Ben Ben， 这次应该让我选到 Nobody 了吧？该轮到我了吧 ？Just give it to me. Give it to me. Come on. Oh, no.这写着 Tia 的名字，就是那种会唱进人心里的那种。对对，如果阿令来就是来，你唱来，大观众绝对就哭了。我先哭。排除法吗？排除，排除，排除。我就知道他会把第一首歌删掉，那我们就把 sexy 的删掉，是吗？姐，我手速慢了，慢了一点点啊。但是我们是想到一起，我是想给你选的。我们想到一起去了，没事儿。哎 ，You gonna dance？ 欣慰，他跟苏密 ，You okay？Yeah， that was super difficult. I know it's difficult， 但是 but it's a very good show. 哎，你俩。
will like her. 我都说他会来。But I think that is a good choice for real. Because you chose it. Yeah, because this is a good choice. You know, 吉利，很吉利，因为是好鸟，好鸟。双脚打开，一深呼吸，吐气。只是首先脑子里只有三年的憔悴，三年的憔悴，好憔悴。关键是你，他掩饰了这伤悲，头都不回，整整三年的憔悴，整整的。他是独自长达三年，他这三年都没有谈恋爱，也没有恢复，一直在憔悴当中。不要细究，不要独自长达三年的憔悴。什么事情让他憔悴了三年？我真的。天哪，爱而不得，爱而不得，憔悴了三年，我憔悴三天都受不了了。这个男人要不得。OK, go back, let's go。 停不了半点，马上赶紧。停跳停，你跳舞真的有进步，我真的觉得那个自信出来了，感觉武侠片了，学会瞪眼了。对，感觉武侠片。Yeah, she's got better, right? Really good, really good, really good, really good. 我觉得这个好听，对。和声什么的，但是你唱肯定比我顶。没事，你选，你来选，你决定。只是为什么给天安门？给姐，给姐，那我给姐，好吧？给姐，你决定。因为我上次我搞笑，给姐，给姐，辛苦我的姐了。哎呦我的！哎，我真的变傻了，你！哎，我这么聪明的一个女歌手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，我觉得好惨。我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？太惨了，我就觉得我已经没有智商了，我已经感觉累到。哎呀，就是我们还可以再来。我们这一组真的太惨了。职业生涯没这么累过。要不要尝试一下皮蛋去了？这是什么土方法呀？解锁皮蛋保护嗓汁，邓丽君说的。邓丽君说了得听，邓丽君说了得听。碧晨也吃这个。碧晨说了也得听。好，买了六个皮蛋，然后浩宇拿的说能保护嗓子吗？能对嗓子好吗？马上立马没二话没说就直接破壳，然后把它吞下去。你小口慢慢的咽。别找了，宝贝。哇！哎呦，我当时觉得她太可爱了，就是那种像一个女战士一样那种感觉，就是听了那种感觉。感觉怎么样？还可以是不是？真的就是她希望能够把这个歌拿下，完成得很好，所以就是借用所有的，甚至睡觉的时间，她都是在听这首歌。我们可能就也是凌晨三点多吧，然后他手机一直放在那儿循环播放，然后他已经睡着了，所以就是为了这个节目，然后希望能够就是说能够更好的完成它，然后用尽各种办法。